有网友评论，本届亚运会最大赢家是阿萨德一家人。中共不仅派专机接送，李隐寺还大开扇门迎接，北京外国语大学同学热烈欢迎阿萨德夫人，而且也让阿萨德夫妇与三个子女有了12年以来的首次海外旅游。刘仲敬今天对此评论说，中国要接替普京，给瓦格纳和斯拉夫 PMC Private Military Contractor 私营军事承包商打钱，就像杜鲁门接替英国负责给希腊和土耳其打钱一样。杜鲁门主义是冷战的开端，习近平主义是大陆战争的开端。匪军不得不跟在白手套企业后面，与叙利亚军阀和阿富汗军阀亲密接触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分享转发。